声，我知道你喺天庭遭人污蔑，再系咁落去，花果山将会变成另一个火焰山，就等我哋一齐脚踏蓝天门，棒打凌霄殿。你是什么妖怪？夠膽入嚟我花果山？你答应过我放低神魔两族的恩怨，但是你为什么系都不肯放？我是为了魔术的祖坟。此后善恶并存于身，恐怕所以你要悉心教导，帮他从事畜生好好管教。成败就睇个直正石猴。想当年女娲娘娘牺牲自我炼石，换取三界千百年的和平。孙悟空既然是精石所化，我哋应该好好地咁栽培。我在收集仙器，为玉帝炼制仙丹。我就叫做齐天大圣，冲！